对对对，别看眼睛，塞住耳朵假装睡着。然后阿海就发现，哎，今天的饼干好多。来，我们等一下会看图片哦，会有四个图案：三角形、菱形、正方形、圆形。好，我们做好，已经做好，专心。好，阿妈戴上很酷的眼镜哦，哦，这个眼镜好拉风哦，又蓝又可爱的哈。来，旁边，我们有四张图片哦，哈。来，帮我看这个是什么形状？讲话。好，比哪一张啊？跟哪个一样啊？哎，很棒哦，理解。好，对，答对了，是什么？我们看这个是什么形状？好，比一下哦。哎，正方形。好，哪一张？好，比一下。哇，棒哦！理想，棒哦！对，真棒！啊，你觉得这已经很拉风了，有没有好帅？好厉害！你要不要跟他拍照？好哇！要拍照吗？要拍谁呀？哈哈哈哈哈！你一百分很棒哦！才会超大声哎！好，没关系，等一下我听到就好。你已经让人家听到很棒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很棒？哇！啊，不要动哦！没关系，旁边。对吗？我要多做口，不太好。这个，好，这边是这个。姐姐弟弟可能要固定时间来追踪了，因为他才半年左右，眼睛眨一眨，就要成家了，这样太快了。他现在十岁。等到睡着。所以你不是眼睛看不到，你怎么知道卫生纸在那里？不能揉眼睛，不能揉眼睛，只能擦脸颊。